挺想自己去导这个 MV 的吧，因为我觉得是在讲我们中国人的故事，讲我们自己的事情。那我也希望这个 MV 能够让老外看到的时候也觉得说，哎，是很有意思的，玩里面有很多这种中国风的东西啊，看起来特别有意思，吸引人。我希望这东西是能够出自我自己的手里面的，这样比较真实一些。因为是中国人嘛，对，因为这个是身上留着这个炎黄子孙的这个血液啊，这是无法改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根儿，然后是我自己真正希望能够通过我去传播出去的。中华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是让我们去用来融入在音乐里面的，更加独具我们中国风格的这种特色带出去的话，我觉得会更加的加分。希望有一个好的结合吧，因为我觉得还是需要有比较现代的呀，比较流行的东西在里面。天地中其实主要的突破部分是在于说唱跟中国风的这种旋律的一个结合，比较像那种武侠风格的一种旋律的感觉啊，就是这整个音乐的这种走向各方面呢，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说唱的这种音乐。但是呢，在整个写作方面呢，从这个段落到副歌呢，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编排的。主歌部分其实是比较独特的一些旋律接说唱的部分，然后到了副歌部分呢，就完全进入一个中国风的感觉一样，做了一个这样的结合。所以我一开始也担心会不会突兀啊，但后面发现其实效果还挺好的。真的挺多的，副歌也挺好的，就是这个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都要知马力，陪我走，陪我闯天地，我从不将就我的命运。对于我来说，我的歌曲都是我自己用心去创作的，所以每一句词到每个旋律，我都希望它是最好的，送给所有感同身受的朋友们吧。想只想要屏蔽，在乎太多事情，困扰太多，但从不逃避。你说你要抬起头，路到尽头总会遇到下个路口，不到最后不敢轻易放手，我朝思前行，打破所有格局。有些人说我有罪，破壳在道路上飞，他们想看我下坠，不知道我会流泪，下一个降落地是晴天霹雳，你站在制高地，我绝不会放弃。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爱奇艺悦享品质。